金石钻探唐山股份有限公司，成立于1996年11月11日，2019年1月新三板挂牌，是集金刚石地质岩芯钻探钻具研发、生产、销售和钻探整体解决方案、钻探施工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。金石钻探拥有省级研发中心，是地质岩芯钻探钻具国家标准起草单位之一，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。金石钻探下设云南有色金石、江西天九金石两个参股公司，金石秘鲁境外全资子公司、加拿大办事处、墨西哥办事处。金石钻探拥有全球先进的智能化金刚石岩芯钻探钻具生产线，具有年产100万米钻杆、30万只钻头扩孔器及相关配套产品的生产制造能力。主营产品有钻头、扩孔器、取芯系统、钻套管、附属工具设备、全液压钻机等，主要应用于固体矿产、水利水电勘察、页岩气、干热岩绿色能源勘探、科学钻探等领域。金石钻探拥有钻探技术研究所和7个标准化试验示范机台，以及专业的钻探施工团队，为新产品的研发和推广提供有力保障。从全套产品的研制到钻探整体解决方案的设计施工，为客户提供交钥匙工程。金石钻探产品在中国市场应用良好，连续16年创造并保持中国小口径绳索取芯钻孔孔深记录。在国际市场，金石钻探产品远销俄罗斯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墨西哥、秘鲁等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上天、入地、下海、登极，是探工者攀登科学高峰的梦想，也是金石钻探人一直追求的目标。我们的产品已经在入地、下海、登极中得到应用，期盼着将来的一天可上九天揽月。金石钻探始终坚持诚信立业、稳健行远的核心价值观，将以全产业链布局、全球化发展战略、全心全意的服务为宗旨，为客户提供一流的产品和一流的服务，做地质钻探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商，打造全球一线品牌。